那时，克洛德王听说了这些事，感到困扰疑惑，因为有人说是约翰死而复生了，有人说是厄利亚显现，还有人以为是从前的一位先知复活了。克洛德也说，约翰的头我已斩了，那么这人是谁呢？我竟听到这些奇事。他便想看看耶稣。